大部分的人都有不对称的现象，例如单边咀嚼食物、侧睡趴睡、经常性手撑下巴所引起的。透过小眼美容可以让脸部线条更柔和、更有自信。小眼美容是一种非侵入性的调理，却能够达到医美微整效果。运用纯手肌按摩直达筋膜层，来调节肌肉与骨骼的复位，使精神气色的良好恢复，打造自然与美感兼具的脸型。所以蛮鼓励大家能够学习这项技能，甚至共同创业，让美业的服务更加完整。